哦，第二个就是仓鼠米家哦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们啊，家里有肉酱来着？这酱里加比什么比苏的强？要不按你的这个打？你们啊，手里边有个酱，锤子里的面比苏的强？要不是 expert 多人？你想那么快炒完吗？不是啊，可把这仓鼠表示够了。你要我唱唱速度的歌 ，and it does it。别让我吹得你牛逼，唱速度的歌 ，expect to win。唱那个厉害啥的，道路亚的呢？